最喜欢和妈妈哥哥的，因为弄哥哥很好笑。然后呢，妈妈不管上气下气都很照顾我，她也会跟我讲演戏的方法，不然就是她也会帮助我哭戏，让我更好哭。最喜欢跟侯姐姐对戏就是她妈妈，还有柯叔叔。第一场戏就是跟他们两个对戏，就是要演我为了妈妈去偷药，然后但我没有钱，然后侯姐姐她帮我付钱。我讲白痴了，我也不真正破病啊，我若搁无摕我给伊吃，我惊伊会死去。哎，逃开，逃开，等下啦。煞去啦！无安尼啦，看有偌济钱，我摕啦。50块。小暖哟。他跟他讲的一样，上戏跟下戏都很照顾我们小朋友。像那一天刚好下雨，他就带我去旁边躲。跟他演戏其实还蛮好入戏的，因为要我演哭很难过，又要很感激他。他一跟我演，我就知道那个感觉，我就很方便，我就进去那个情绪，可以马上进入我这张思思这个角色。我喜欢跟思思对戏，那不就是你自己？是我要这边也是思思，思演完的我可以去戴假发，然后就变成念念。我最喜欢跟思思还有念念，那不就是同一人？他见到我就是吵，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会就是见到就会一起玩。对，在戏外见到会一起玩，就会有时候可能去上个厕所，然后之类的都会一起。对，然后就感觉有一个伴。不然跟家里吧，因为他比较活泼。对啊，因为我有时候比较安静，孤单的时候他就会跟我玩这样。你们到处探险。嗯，就是他会钻到。但是加油，加油是在旁边。Nice，Nice，Nice，Nice。我希望比较淡定。有时候是跟着家里背剧本，他是带我去偷看亮亮。偷看亮亮。对啊，他叫我钻进那个缝子里。偷看亮亮怎样？偷看亮亮。吓坏我们了。其实我都很喜欢啊，但是要说最喜欢的是妈妈，因为妈妈很会演。然后就是要演哭戏的时候，看妈妈哭的时候，自己很难过。妈妈很会带动人心。是的，耶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，记得锁定多情城市。拜拜。